情香，是纯情红玫瑰，青春花丛，我爱你几世纪。将阮的心肝交你，接受你全部真意。妹妹，太谢了，阿姐吼。你唔对人去吼，啊！叫是讲吼，你是阮朋友的查囝，唔才要陪你去佚佗。啊对啦对啦，啊你讲吼，恁家伫迄东港遮咧开海产档对无？遮我过吼拢海产档，啊你知影哪转去无？知。知啊，真好真好。哪呢吼？啊姐吼，佫甲你回一摆信嘞吼。啊真正是看唔对人哦，啊你转去吼，唔好袂讲吼。好。好啊，乖乖乖，乖乖乖乖，啊！甲你讲哦，你等下若要回去，爱行较路中的吼，较有运动就坐咧遐，哎，不然不是啊，爱行较路边的吼，这路中车足多吼，爱较细腻，知无？知。好，乖乖，好，等等，哎，啊。乖啊，你嘛较拜托的，一个囡仔尔。要搬十八小时哦！啊，你是捌啥啦？虽然讲人是囡仔嘞，啊，不过哦，咱同款是念着人哦，生生爱干袂这啊死的。哦，啊，花繁花，敢真正去行行在路中，特别弄电话听。讲唔对，你要惊啦！等下人若走出来，你就害紧的啦。恁爸到即马还袂找着小玲哦？嘿啊！阿婶嘛出去咧找啊，到即马无消息呢。讲到阮爸才是足糊涂的啦，迄囡仔毋知哪外国甲无去。是讲嘛奇怪呢，阿美玲已经遐尔啊大汉啦，就算讲伊要转去，嘛爱甲恁爸讲一声啊。哪安尼无因无故来，我来做转去。什么什么转来无啦？哈？阿妹啦。我死了，我死了，你安怎？哎呦，爸，拜托，你想较斟酌的好唔好？小玲，小玲是安怎无去的啦？阿舅，我讲伊要尿尿，我有带伊去啊，头一个晚上咪就碰见啦，我有倒去现场，我现场模拟，我走一届安尼咧看，你根本无可能啊，这咪无可能无去啊。哎呦，人伊上歹的这个习惯哦，反正。我先说你，你要派人抓去啊！你意思是讲，阿西咧外口讲结冤仇，人是针对阿西全甲西米抓走唔？有可能。阿婆是咱西米，哪会安尼无代无志来判给你？一定是安尼啦！同学啊！阮细撇，阮细撇。我就认真外口做，我就要偷偷我转来接你啊！唔知你安怎讲你啦？啊，带囡仔会带到无去，哈？你都要无去，我哪有法度啦？我跟你讲哦，别，阮细皮的脑上要三长两短，我一世人无放你煞。痛！喂，我惊了，哈？真惊啥呢？真惊啥？好，好啦，我知啦。小潘医生，一定是哦，是迄警察局打电话阿西哦，啊叫阿西哦去警察局去领尸体啊啦！西米，西米死啊！你给我逃啦！我是欢喜一个险都哭出来啦，囡仔今麦已经平安回去伫厝的啊！啊！小姐，小玲是安怎回来？伊家己回来哦？我嘛唔知安怎回来，我无问遐清楚，这下回去才了解啦。好佳哉，人回来。啊，无吼，你若甲阮阿娇吼，搁去生一个害我，我阿你讲。好佳哉，好佳哉吼，毋是要去领尸体。阿娇，你莫去讲啊。叫我甲阿娇坐一个轮椅啊，到即摆搁足疼，看咪阿西，好痛。细屁啊，啊你嘛实在有够戆的呢。爱无熟悉的人，你也对人走哦。我无啊。是那个叔叔让我抱上车，我嘛不知影，或是啥物代志啊？美玲啊，啊，迄个人真正无对你安怎？无啊，
迄个叔叔讲伊认唔着人啊，老尾伊给我送到巷仔口，我阁家己转来啊。嘿，头家娘啊，我了想了奇怪呢，我话咱来报警好啦。阿碧玲多多转来啊，你报警是要甲警察讲啥？哎，咱来报警吼，拜托警察多注意，反正是派人要出来偷抱囡仔。阿张叔叔，不是啦，迄个阿姊已经跟我讲对不起啊，伊毋是派人啦。你还够细汉啦，你囡仔人捌啥？派人伊啦，要做派代志，伊敢会甲你讲？好啊啦，阿张，阿碧玲都平安倒转来啊，你莫踮遐讲有诶无诶啊，家己吓惊。小碧。哎呦，爸爸强要让你惊死哦！这样，哎，啊，无到底是安怎一回事啦？这拢爱怪你啦！啊，囡仔带出去也唔够好势啦，你着做你走去吴春大遐开讲。啊，煞唔知影讲粗皮啊，甲吴春的冤家，你讲，啊，我好意要做公亲，啊，唔则甲囡仔留互粗皮啊，啊，我走去找吴春的，啊，要哪会知影讲连安尼囡仔拍无去？讲着这粗皮啊嘛，真嗨啦！啊，食到这个岁啊！连一个囡仔顾袂好势，实在。拄仔伫遐，我才甲念一睏去的，对无？心肝宝贝，你有安怎无？爸爸，我真好啊。啊，你嘛真敖啊咧！啊，恁初辈阿伯带你出去佚佗，啊，你跟路会跟到无去。头的，啊，拄只美玲讲啦，讲一个叔叔哦，雄雄甲抱在车顶，车开了就做伊走啊。啊，路尾迄个人吼，讲伊带唔着囡仔啦，啊，就将美玲吼送倒转来啊。我想哦，这可能是误会啦。哎，我是感觉讲哦，这是一个歹吉兆。最近大家拢较注意哦，凡事出代志啊。啊，拄只阿东才在讲尔，哪会连你妈安尼想？较注意都无唔对啦，只有人只歹运要来的时吼，无只简单就煞啦。爷爷，到这讲到爸比嘞。恁高叔公啊，甲恁爸比吼，拢出去找恁美玲小姑姑啊啦。美玲小姑姑是安怎？啊，都去哦，恁初辈啊，叔公带出去外口吼，煞全来碰见你啦。哦。哦，有阵只，哦，啊，公孙啊，只开讲的哦，哦，真清新呢。哎，先生啊，啊，你无叫。啊，高叔公。哦，先生乖，哦，食果子啊。阿哥啊，啊，今仔日来找我，是有甚物疑难杂症，要搁叫我甲你处理？哦，不，是电话哦，我甲你招高清哦，啊，要起来行李，啊，你点看卖？讲实在啦，阿哥啊，你算起来嘛是咱地方的好家人，遐尼正经厝在做人，啊，这高清块对你讲起来吼，等于出一支头毛尔。不准呀，卖甲我开啦！啊，对。啊！听讲你甲祖辈去游览，啊！你共救祖辈啊！你讲，我到底是安怎救祖辈啊？啊！你去游览，啊，拢祖辈招待的啊！啊！你要回来是讲你车开叫你走啊！啊！共放阮鸟，啊！害祖辈啊伫啊！啊！你毋是共救？这个代志哦，我无想要甲你解释啊！你就是安尼啦，甲祖辈食够够啦，啊！害祖辈发生代志啊！你敢要有其他的代志？无啦，其他是无啦。啊，不过哦，你唔通对人做袂安尼啦。若无其他的代志，请你出去。哦，啊，才讲你闭过尔，见笑当生气哦。你若唔走吼，我随苦狗甲你咬。好，等下我先走，我先走。啊，还是讲哦，你唔通对人做袂啊。来，笑的过会惊跑。我请恁两个咧吃冰，啊，恁两个咧有出声？算命哟，下了工不了油钱，免还我出钱哦，好。好啊，都是讲的，人伊个家己来老爸哦，咧开海产摊，生意若好哦，应该有存淡薄啊。咱若要甲卡油一出啦，应该是无啥问题啦。啊，即摆咧，含一千五你都无摕着，啊，你就放伊走。啊，即摆咱足艰苦的呢，啊，当然嘛是哪想哪杂啊，对无？就是讲咩，赚迄细条钱无意思啦。细条是你咧讲的啦，无意思嘛吼，对不？对啊对啊，迄是细只虾米咧，敢那细喙齿旁嘛无够，我是爱迄大船入港，恁知影无？好啦，听你的啦，阮就搁忍耐几工啊。
我来哦。叶大，叶大，后边啦，莫去学实赛当着较好啦，咱来走啦。头家啊，钱在这啊。头家啊，嘿，啊，你咧做生意，这么有看到一个差不多啊，正十岁啊，啊，这么悬，办两个账头查囡仔无？无看到。多谢啦，多谢啊！看我这四组尾哦，伊阁多侪啦，啊，咱两个出来好好咧找，你要行两日，敢要算钱呢？哼，要借几百块块钱呢？够钱啊，断掉啊，那无法度啦，卡钱来袂啦。我的马错尾啊，我是在替你抱不平啦。够钱啊，啊是安怎讲啊？伊甲你洗头路啊，啊咱有要替出来做苦工哟，我安尼是毋几百块块？喂，天上啊，啊你甲阿狗伫外口伫咧找美玲，到底是找有啊找无？是安怎咱拢唔免敲一通啊电话转来甲我讲一下哈？啊，就是拢一世界拢找无人啦，啊，唔只系要敲电话转来。哦，啊是讲林先生哦，已经伫电脑教室下课转来啊呢，啊你敢要放伊一个作家？爸，啊无萱萱你小顾一下啦，我唔到一下要继续找美玲啦。唔是啦，我是咧想讲阿细因翁阿某吼，即摆美玲放假呢，一定足烦恼的。啊，我想讲要来因家吼，家安慰一下。啊，我若带先生去吼，惊讲会边脚半手啦。好啦，啊无先生扶我过来，啊我再叫阮狗仔吼，继续找美玲啦吼。好啦，安尼我等你吼。恁啦，啊恁爸在电话中是讲啥？啊，阮爸咧讲吼，伊要阿细只来因家关心一下啦，啊叫我转去顾阮萱萱。啊，拜托你吼，继续找美玲啦。好，好，好啦。阿细只人袂歹，我也常送伊去那泰安山店哦，咱拢请他啉烧酒呢，应该很关心起来。哎呀，不过我也是筹备阿要几百多块钱的。英弟啊，请用茶。在家里，小姐。啉尿啦。小朋友就回来了，你敢不就要做这种态度，敢不就要这么生气了咧？啊，万一阮细气的，若倒一部分把我气夹着，你要怎甲我算？啊，你不是叫我甲你阿娇生一个兄弟？我甲你开玩笑，你当我真嘞？拢好，你准备哦。哇，那莫阁讲一寡遐话无的啦。小姐，歹势啦，但拢是阮爸唔好，伊若较细腻的，就袂发生这个代志啊。真正要怪怪伊个怪叔叔嘞，奇怪嘞！你个囡囡带走，无小人看，无是自己来乱带，搞什么东西哎？上奇怪是你家己啦！啊，囡仔拍无去，你还阁唔知？男一人送倒转来吼，我要倒找。啊，我就知影唔对，我咪甲你回信嘞，无你是变怎嘞？我阿爸，是你家己做唔到担心嘞，你搁较大声。啊，伊就歪歪了我啊！啊，我就是有代志，跟我挑高个有嘞。好啦好啦好啦，阿伯较注意个啦。人咧规天安尼散行散行，袂输老人痴呆。迄时间毋是囡仔拍无去，连你家己都失踪。爸爸，你倒来啊？哎，乖乖乖乖乖。爸爸，你家姐姐。乖。宝贝啊，阿公，你来遮甲阮阿叔回信嘞吼？干免哟，若无专工来遮回信嘞，我看伊一世人袂插我嘞。你若莫一天到暗点遐咧吐舌兼拉屎吼，我是足欢迎你个。姐嘛，我听讲你甲小亮的亲生老爸才出去踅街哦。对啊，伊带美玲哦去买遮个衫啦。哎呦，啊，我千家开钱啊。什么才开钱尔？开袂少的呢。遮个衫哦，安尼算算哦，上少嘛爱七八万的呢。哦，要听你咧放屁咧，七八万会当买偌济布，你知无？遐个布若甲你提着，反正你就袂喘气。我咧讲个，几领衫尔还贵？哎。你是捌啦，毋捌哈？遮个衫拢是名牌呢，每一领吼拢嘛爱上万的啦。惊死人！啊，毋是好嫁人，啊，若我吼，我开袂落。讲实在啊，迄阿元吼，真正足贪婪美人的呢，毋管偌贵吼，伊拢足敢开呢。哦，那好啦，好啦，好啦，囡仔吼，带去身躯洗洗啦。好啦。哦。无啊，你在看啥啦？名牌啦。兄弟啊，无恁坐啦吼。好。臭皮啊，我来讲哦，以后唔准你阁带阮美玲出去佚佗啊。好嘞。你哦，你
下，歹势啦，啊，你今下无做生理？生理不要紧啦，囡仔较要紧啦。嘿啦，囡仔倒来较要紧咧。你搁加讲？阿西啊，阿西，哎对。欸阿叔啊，一个不正人带恁美玲出去，带到胖健的，我是挑工来只给恁关心一下啦。免你俩加步啦，人细美就比咱倒转来啊嘞。阿叔，美玲敢真正有影倒来？是啊，平安倒转来。安尼我知啊啦，迄、那个不正人早就白旗骨来白好啊。知影讲恁这口罩真无用，啊，超工带恁美玲去创起，啊，超工要互恁家大家费心机的啦。阿伯，代志毋是像你所想安尼啦，哎呦，是对方传唔着人啊。代志着啊是问哦，清楚才来接啦，一到有三六遍乱讲啦，这种人就是老翻天的。会带囡仔带出去外口，带到胖囝的，迄才是真正的老翻天啦。卖安尼啦，给我一个面子，给我一个机会，我来做公亲。假使讲我甲任何人冤家，任何人要来做公亲，我拢会答应。就是独独甲这只一年的老姑仔冤家，我无爱和人讲好。对，对。哎喂，你这个时无搞事嘞？我，去。要记得程序嘛。哎，乖。对，好，啊，无小弟也卖做公亲。啊，既然都会来到我这，你无，啊，无，给我请一顿啊。给你请会用的啦。也唔过吼，我无爱甲迄个印尼的老姑家坐同桌，我要家己来去坐一桌。你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啊，恁两个一人坐一桌，安尼我菜是要安怎分配？我的人足好款待，只要迄桌主桌食剩的菜尾啊，你甲扫过来，我就吃甲饱。啊！就名叫做倒粪扫，煞毋知了粪扫人，全部咧捡人粪扫，你听有无咧？喂，你敢讲两句会使袂？你共阮乖乖甲我坐遮，互我请，吼！啊，大只名菜我再另外传。啊！咱规个气氛拢叫这万年老旧是母害去啊啦！但是佫要食是啊，食袂落，你看我青草我袂食啦。阮弟行，来对个。哎呦，爸！你是准备走我来顿袂？你袂走我来顿，我包车来顿哦。为着我这包车，包到真惯死诶！一蕊清芳是纯情红玫瑰，青春花丛，我爱你几世纪。将阮的心肝交你，接受你全部。